哇，这西西亲自给我包的，家人们，亲自给我包的。这是豌豆和腊肉在里面。豌豆和腊肉。你给大家看一下，你就吃了吗？好吃吗？你看这个肉，腊肉很新鲜的。本来就是三角形。你们去看一下你家的粽子什么时候变成三角形了啊，家人们。呵呵，粽子几种包法，红雅包的都是三角形，真的假的？家人们，粽子可以包成三角形的吗？家人们，就是三角形的呀，好吃。你看家人们，全是腊肉，还有豆豌豆，这个可以快递吗？快递不了，快递不了，夏天 这些东西快递不了。我家以前包的全是四角形的，这看到今天是三角形的，有三角棱形。你看，上次上不了，家人们上不了。粽子的话，上车我怕你们收到就坏了。安徽也是三角形，真的假的？家人们，是我肤浅了是不是？家人们，是不是我肤浅了？那是我肤浅了，我以为粽子都是四个角的。好吃吗？好吃，家人们。你喜欢吃吗？喜欢。咱们没点关注的家人们点点关注，家人们没点关注的点点关注。也有小角粽，都是三角形，是我肤浅了。我以前以为粽子都是四个角，它那个包法，它是有方法的。重庆也是三角形，有几种包法。我刚刚看了这个三角形的，我觉得好搞笑啊。那是我肤浅了，家人们，是我肤浅了。是糯米吗？对，糯米。我们内江威远也是三角形的。他家有啥人？爷爷奶奶，还有一个堂哥堂嫂，还有一个小孩子，人挺多的，家人们，人挺多的。我吃的是三角形的，家人们。天黑了。对，天黑了。那你要回去吗？今天。他爸爸妈妈。他从小没跟爸爸妈妈在一起，家人们。月月上年，你们家月月在直播间吗？什么都会干。我们宜宾李庄都是三角形。我一直以为粽子是四个角的，我爸我妈包的是四个角。白色的是糯米，家人们，糯米。感谢用户624，咱们左上角没点关注的点点关注，香，确实香。我们也馋了，你们来乐山，到时候让西西给你们包，好不好？家人们来乐山，让西西给你们包。你评价一下它的味道吗？味道好极了，味道好极了，家人们。包的是六角粽，西西上点你们家的特产，他家没有特产，我们家没有特产。我们家只有吃的。虽然刚吃了饭，再加个粽子也吃得下，家人们。那你还想吃一个吗？还想吃一个吗，家人们？还想吃一个吗？感谢于总送来的荧光棒，我家今天也包粽子了。王姐包的粽子肯定好吃，一种我也流口水了。主要粽子不能上车，能上车的话，让西西给你们包粽子，给你们寄过来。一西西家有什么特产？这边没什么特产，家人们，这边没什么特产。
要好好珍惜，肯定的，肯定的。感谢感谢感谢小可爱送来的小心心。广东端午节有一般包三角粽，想看看西西，用他俩再吃一个，再吃一个吗？洪雅特产是藤椒油。对。那我回头我去了解一下，西西，要不这样吧。洪雅的特产就是那个腰麻子藤椒油，很出名的。你去了解一下，如果以后有机会，我给家人们上车。但是我不知道他们喜不喜欢吃藤椒油，因为藤椒油是那种有点麻的那种。煮面比较好吃。家人们喜不喜欢吃藤椒油？啊、喜欢的打个喜欢。喜欢的打个喜欢，家人们。西西包的要多吃点，我刚吃了两碗饭，家人们，刚刚吃了两碗饭。你给家人们露个脸呗。你给家人们。我刚跟他们说了呀，我说下次咱们，我先看一下他们是不是喜欢我，没有人骂我的话，下次我就正式的和大家打个招呼见面吧。一总再吃一个，你们别闹。还要吃吗？粉丝们，让我再吃一个。我不吃了，不吃了，家人们，不吃了，不吃了，两个为双，再吃一个。曹大姐，把粉丝灯牌点亮，你能不能把粉丝灯牌点亮一下？左上角你们没点亮粉丝灯牌的，能不能帮帮忙把粉丝灯牌点亮一下？我们是真的好喜欢西西，你们没有加粉丝群的加粉丝群，家人们，别吃我流口水了。你们来乐山，家人们，太胖了。但粉丝说让我再吃一个，咱们没点亮粉丝灯牌的，咱们点亮一下粉丝灯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咱们没点亮的，咱们点亮一下粉丝灯牌。今天是第一次来他家里面，感谢群英姐，感谢微笑。咱们没点关注的点关注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想看的都是没有带灯牌的。粽子不好消化，嘻嘻不出来走了。感谢送来的粉丝灯牌。被西西温柔的声音，他很瘦。没有，那你说你没有币了，那这样你看运气啊，咱们看一下运气，咱们发个福袋。哎，西西包邮。来，左上角再给家人们发一个福袋。奶奶给我拿了这么多粽子。来，谢谢奶奶。奶奶给我拿了这么多粽子。你看，家人们，这么多粽子。不谢谢。谢谢奶奶。不谢谢哦。拿了好多粽子啊，家人们。这么多粽子要吃好几天呢。来，咱们把谢谢奶奶打在公屏上。不谢谢哦。拿这么多粽，西西发传的时候我们看到过，你们看到过吗？左上角给你们准备了一个，等这个福袋过了我再发一个大一点的福袋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等这个福袋过了我再发一个大一点的福袋。奶奶皮肤很好，奶奶基本上就是在家里面待着，哪里也不去。看到过了，不发了，一会儿发个大点的，我一会儿给家人们发一个大一点的福袋。奶奶有80多了，85了，家人们。奶奶刚刚说她85了。咱们新来的朋友没点关注的，咱们左上角点关注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新来的朋友，左上角没点关注的点关注。这不是梁山，这个是梅山，这不是梁山。对，奶奶很慈祥。
怎么拧我也不会拧，就点一下这个福袋就可以了，咱们点一下福袋就可以了。家人们不发了，发了这么多没事没事，家人们咱们开心就好，咱们没有参与抢福袋的，咱们左下角这里可以参与一下，有一个小福袋。嘻嘻嘻，发传单的那个美女吗？对对对，发传单的那个美女。这个的形状这么长，这个是长的，家人们。这个形状就不是扁的。这里是三角形，然后这里这么长。要这样给他们看，这样子看。你看这家人们，这个粽子，这个粽子这么长。这是尖的，不是？一二。三四，这个是四个角。对，这个是四个角，家人们，这个是四个角。哎，这个没煮好。啥没煮好呀？这个米没煮好。没事，就这样吃吧。感谢群英姐，不用送礼物，不用送礼物。没煮好你就不吃了吧？没事，没事。拉肚子。没事，给我嘛，能吃。看了熟了，熟了。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儿子包的粽子就是这样尖尖的，家人们能吃能吃，家人们能吃。这边没熟，你不要吃这边。没事。这个米没煮熟。这边有一点点生的，这里有一点点。黄毛在说我听到飞机了，对，天上有飞机。黄毛，哎呀，我不想说他。白粽子有三角，有四方的，各地的差不多。黄毛说你坏话，我看。我看看能不能粘他，黄毛叫什么？我看看能不能粘他。一天天的，我跟他对峙一下，如果不对峙的话，你就像阿依莫一样，不对峙的话，他总觉得咱们心里面有鬼，是不是？悉尼不是悉尼啊，悉尼是小东的那个妹妹。不粘黄毛，好的，不粘，那不粘他，不粘他，一天天的说你在骗小姑娘。他天天没有一个正经事干，天天就张着嘴巴乱说。不理他是不是？行，咱做好自己，不理他。但是我有些时候，说实话，家人们，说实话，有些时候你们老让我老劝我不去理他们，结果是什么？结果就是他们老得寸进尺。你们说让我不理他们，但是他们老得寸进尺，就很过分。你们老让我去忍让，老让我宽容，老让我去包容他们，但是这些。恭喜一颗星升到9级，来家人们打一波恭喜，咱们没有点亮灯牌的家人们点亮一下灯牌，咱们今天又有4-5位家人们升到9级了，恭喜成为咱家铁粉，来打一波恭喜，咱们今天有4-5位家人们升到9级了，快点快点，啥呀？天天到处蹭吃蹭喝的，来家人们咱们打一波恭喜。是今晚不用理他，哪天咱们揍他一顿啊，家人们，咱们揍他，咱们连麦揍他一顿，让他知道什么叫做啊，锅是铁打的。如果他再惹我们，回头我们就去揍他们。
哇，福袋有多少人参与了？我看一下有多少人参与了。福袋有128个人，家人们参与了。咱们左上角，这是我给家人们准备的一个福袋。咱们没有参与的家人们参与参与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狗头军师，狗头军师粘黄毛，是不是？月月开播了，月月开播了吗？家人们，是不是月月开播了？刚开播，别粘月月。好的，不粘不粘不粘，一会儿粘了要吵架，一会儿粘了吵架怎么办？哇，天都黑了，家人们，今天晚上我回去还是不回去啊？家人们，家人们，今天晚上他们都走了，我今晚上回去还是不回去？我很纠结，回还是不回啊？家人们，听奶奶的，要开两个半小时。你要回去吗？主要是我觉得在这里给你们添麻烦不太好。没有呀，不麻烦呀。我觉得在这里给西西、给奶奶他们年纪也大了添麻烦。不麻烦，但是你这么晚回去也不太安全的。会不会给奶奶、给西西他们添麻烦？不会。奶奶那你不回去？那家人们。我觉得添麻烦，挺添麻烦的，家人们不太好，是不是，家人们？不麻烦。看不见，听不着，想不成，摸不到，两个人的依靠，一个人一只狗，一杯酒，一夜。